富冲药妆店发飙，狂拍桌呛退钱，我要新钞。快给我！脸书社团爆料公社出现了这段影片，如同内容所见，一名妇人就冲着店员拍桌狂骂，要求退钱。赶快退！赶快退！啊，他就在退了，不要那么激动了。然而不少网友看完后都认为该妇人应该病了，不单纯是个奥客问题。